师父叫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，万一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？控制不住自己想发脾气的时候，刚刚跟你们说保持身口意清净，什么意思？想发脾气的时候身体不要动，你就不会冲动，嘴巴不要讲话，你就控制住自己了，意念不要乱想，不管他骂什么，对你怎么样讲，脑子干净，不要去想，嘴巴不要讲话，憋住，任何行为都不要有，你就是慢慢的在化解恶缘。